考试留名，所以现在准备出去逛一逛。后面太阳比较大，黄色衣帽子戴着逛一逛，出发现在。现在到这个乡下转一转，那个小绿车啊，骑不了，因为它不在服务区内了。去前面那个寺庙里面玩一玩，你看这乡下空气多好，走路过去。到了。终于到了，进去看看今天人玩的人多不多，肯定都上去爬山去了。你看，哎，这里一个好几个人在那里唱歌。哎，看这里还有人在这里接水呀，早知道以后没水就来这里接了。你看现在这里到处都缺水呀，只要有水不知道会去哪里接。都在这里来接水。感觉唱的蛮好的，去看看。在这里直播，可能到时候我也在这里直播一下，看一下。唱得蛮好的，亮姐。看，这位亮姐唱得蛮好的。看看。打扮好酷。忘不了你，也放不下你。去外面逛了一圈回来，先休息了一下，也没什么事了，就去把这几对鞋寄给我们土家军的女将吧。这个鞋就是上次老鸭以前那个老板那里做的那个鞋，还有几对
鞋我感觉适合他们一点，因为在农村嘛。本来是想给他们做那个红色的，但是那个老板不愿意做，因为那个扣子那个钉呢、啊、比较难弄，所以他说不愿意，就弄了这几个鞋。希望寄回去他们能喜欢吧。现在这里四对，小红嫂子、表嫂、粉儿姐还有汉嫂吧，他们一人一对，希望他们能喜欢。因为在农村嘛，穿这样的鞋比较合适一点，不管去哪里啊，走路啊，干活都可以穿的。现在我就拿去给他们寄了。没有，这是我给我们那些家里人寄的，给他们穿，带回去。